皇上，除了李亲王带山还在路上，没有赶到，该来的人都来了，请皇上下旨吧。朕时辰不多了，找你们来，有些事要说说。 眼下正是进取中原的关键时刻，你们都是朕的忠臣重臣，而大清要靠你们团结，不能乱，不能乱。 范先生也来了，臣在，皇上，臣陪着皇上呢。朕很想让你陪着到北京城去逛逛。臣陪皇上。你们记着啊。 朕对汉人、汉官的大计不能变，要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。皇阿玛，你放心吧，您的决策不会变，大清朝也不会乱。您快下旨吧，皇阿玛。皇上，继位的事，您快下旨吧。